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大家圣诞佳节愉快啊！各位一看到说，当然愉快啊，这么美美的，各位看到这个哈，我们不是这个，有些人说这是网红什么，网红寿司吗？还是什么哈？确实我们从那里学来的哈，把它综合在这里啊，在哪里呢？就是昨天渥太华佛光山。起见见识祈福法会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素食义卖。为什么叫别开生面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哈、这整个的过程。如果从准备就开始的话，我跟智胜法师就在商量啊，因为智胜法师其实从上个月就跟我讲啊。过节呢，刚刚好又是星期六、星期天哦，这个，是不是可以提供啊、就是像有的人家庭聚会啊、公司聚餐呐、如果他们来买一脆的什么什么啊，这样哦，那过去也有过，比如说啊，就是一脆就一个托盘的。炸春卷啊，腐皮卷都有过的啊，这炒米粉啊，一盘啊等等哈、大家也很开心啊。我当时也不晓得怎么想的，我就说，这个如果我们做得来的话哈、也可以有一些比较平常时我们看到啊，很欣赏的哦，哈、就这么说着说着，就越说呢，就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高门槛，就增加了它的难度啊，哦。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想着说，哇，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样啊，各位看到的哦，啊，一定很高兴吧？哦，啊，我们就是真的是推己及人呐、就是我们看得很高兴，就想象大家看到的时候，该是多么温暖，多么开心啊！哦，啊，想着想着啊，也没有想到这个各种的难度哈、就一股脑的哦，好，我们就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然后呢，智胜法师越讲越起劲哦。他说：“那这个之后哦，两个啊，一个是啊叫佳节拼盘啊啊，我们这个梁太的特别做的这个卤百叶豆干啊、冬菇这些，它的卤味哈、是很有名的哦哈、然后还有其他阿英师姐的炸春卷呐 这些哦，通通都给他做出来。”那一个拼盘，一个就是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寿司，不是这个从网络上截取图片，这个是真的昨天我们几位法师做出来的哦。其实真的做下来哈、这个是非经过哈、不知难呢、像有一些寿司教学的说一看就会啊、一做就废啊、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啊。那但是呢，这个各中艰辛、就是我说从筹备开始哦，几天前，我们就开始，比如说，各位看到哦，那个其实是像 donuts 一样圆圆的那个寿司哈、里面是五种颜色五彩的，好、我们说哦，这个红色的就是梅制番茄，那个至少要在那个特调的要煮那个梅汁哈、然后要至少腌个三天以上。三到五天就不错、然后当然有、这个特选的、这个叫做什么腌黄萝卜、就是叫做塔库安、我讲日文还比较快一点塔库安但是呢它不是日本的，我们选用了韩国的、一来呢觉得它用水果腌的颜色比较自然、也比较清甜、不会那么浓的咸跟、甜、这样、所以就都做了一些准备的哦、那包含各位看到那个黄色橘色、那个是、彩椒啊、处理了切片了然后就烤了之后呢就是上面最上面的那一层薄膜、这个真是考技巧考耐心的就慢慢慢慢把它撕下来、这个在赶时间的时候、说实在不容易做到、我都很想说就是一刀把它切下来这样、快一点、但是奈何我们刀呢、就经过、其实我是前一天已经智胜法切那个小黄瓜它像纸张那样的切出来的那个我们无人能及、那其他的我就马马虎虎的应付一下、那总之呢这些、
做出来就现在各位看到的哈、哦，它还要再去烤，再要加味哈、哦，如何？就撒盐巴、撒胡椒啦，这一些，所以一个光是各位看到这个五彩的寿司啊，我们后来把它定名叫五福寿司哈、那为什么呢？本来哈、哦，又讲，哎呀，那是五佛寿司啊，我们五位法师。做的时候我们就约好了，说，哎，我们平常时各自持佛名号啊，我们一边做就一边做自己的功课哦，我就第一个举手，那我一定是念观音菩萨的，能居法师说，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能续法师说，我是地藏王菩萨，能仪法师说我是阿弥陀佛，智胜法师不在场，我们说就讲，哎。他疗房供奉药师佛，那就是药师佛啦，就是这样哦。讲完之后，我就突然想，这不是我们大殿的三宝佛，就是中间释迦牟尼佛，然后药师佛，然后阿弥陀佛，再加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嘛。哎呀，我说这个等于是五方诸佛菩萨都来了哦，他们说，哎呀，这应该叫五佛寿司啊，我说这个不好意思啊，把佛都请出来啊，就叫五福好了啊，吃了就真福真慧了啊，这样啊，讲着我们在其实准备啊、讨论啊、分配谁来做、怎么做、什么时候开工这些，一路就说这个过程就是欢喜，就是温暖一直到前一天，事先做都做了哈，但前一天真的是白天吧，我跟智胜法师已经展开。这个工作了，光是切片哈、哦，我看这蛮费工的，不太放心。我们做到晚上2点半吧，星期六啊、哦，星期天早上9点半法会，那么5点多哈，大概这样躺一下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吧，就赶快起来开始做我们所有法师们大概6点钟都到齐了这个。开始哈、哦，全力展开哈、哦，那个过程时间是紧迫的，但是每一盘出来，每一盘出来哈、哦，我们只差没有鼓掌而已，就觉得哎呀，一个作品出来，我看那个速度哈、哦，我还想着因为我们几位法师做这个五福寿司，另外中间各位看哦，中间两排那个寿司呢，有 avocado，有黄萝卜，有这个小黄瓜那是智胜法师做的，整个饭的调味都智胜法师做的哈、哦、然后那个那个叫做什么腐皮包的那个寿司哈、哦，那是能续法师做的，然后两朵花两朵花有惊喜的哦，各位看哈、哦，那个里面呢，其实包着是有个饭团是素松饭团，它用一层白米包起来，然后再有花瓣把它盖上。花瓣当然是那个迷你的那个小红萝卜啊，我就把它切片前一天他把它腌起来，腌制糖啊、醋啊这样子哦，都有味道的，我说看呢就是美美的，吃呢能不能？很好吃呢，我说就不敢保证，因为我们都是新手上路，只凭一番心意哈，然后就觉得大家一定很高兴，我们来做吧哈，我们就一股真的是一股傻劲呢，我觉得一股傻劲也可以成就很多事情哈，就好像那初生之犊也不知道各种困难，那个坐下来哈，能一法师说，哎呀，这外面哈、哦、餐厅卖的那个寿司，难怪卖那么贵哈、哦。这也是应该的，因为光是站一天下来真是不容易啊！我早上因为9点半要上殿嘛，建设祈福法会嘛，9点钟赶快赶去道场。下殿之后呢，他们说那个义卖有望法师腌的那个白萝卜已经放好了啊，之前智胜法师煮的这个素菜都放好了，但其他没有出来。我心里想，哎呀，这个。可能速度上要延迟一下哦，
这个我们做出来的什么是拼盘呢？还是刚刚讲的寿司，一盘一盘都有人在排队哈，就马上就拿走了，拿走，来不及放到桌上啊，全部就拿走啊。还有炒这个叫什么？酸菜、香笋、面肠酸辣汤这些，就几乎了哦。还有总之放在桌上的后面大概松缓一下，前面前2个小时几乎。来就拿走拿走，我进厨房，kitchen trailer 去看，我就不敢出声了，赶快戴起手套就开始帮忙排那个拼盘哈。其实我们就是这种，一个有限的厨房啊。然后因为是佳节，同时我们还在进行三好儿童冬令营哦。Happy 老师、云燕他们在外面的教室还在陪着小朋友还在那里练功所以有办法是要帮他们送餐这些这一阵忙我们说从来没有遇到过素食义卖这么抢手我说大概是因为我们 po 了这张照片就很多人觉得哎呀，过节如果有这么一盘应该也是很给人欢喜的事吧拼命做。昨天其实做了20盘就是我们在道场一组人在那里，其他菜要出那我们几位法师到后来很有趣，我后来就说我明明看到智胜法师在厨房里还在煮酸辣汤，还在炒那个面肠这些但是后面还是一盘一盘又但是慢慢这一车一车去带回来几盘几盘后面的寿司是谁做的小黄瓜没有人切得出像智胜法师那样是谁切的后来我到晚上录影前问了一下，能居法师告诉我是能旭法师做的。因为那个没有出来，他们其他做好了也出不去就说你要不试试看。能旭法师很奇妙的人，好呀，就这么很单纯的，好呀，然后就开始动刀，就是这样然后说那要不你试试看做那个寿司吧，好呀，我再去做，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嘞，好厉害啊！我都觉得哎呦，好奇妙啊！这个师父说，单纯的人最早成佛那种很单纯的、很真心真诚的那种承担，真的很可爱但总是啦，昨天是我们经历过所有素食义卖这个建式素食义卖最怎么样忙乱的一天吧我还跟智胜法师约我说我们稍微回过神呢。还是要研究一下我们不断的在提升的同时，也在给人欢喜的同时有限的人力、物力、空间我们怎么样做让这个怎么讲可以掌握得更好了不然有的人早早来等着要买，他们说排队在那里等我听了也不忍心，在这里先说一声，真的很抱歉不过。各位，不管这个过程如何，也不知道各位买到的人带回去说哎呀，这个看起来就是很美味可口也不晓得吃起来如何真是不敢讲都不是专业的人在挑我这样听下来，智胜法师也好，能旭法师也好，能一法师也好，他们都有调那个寿司。那个调那个叫寿司的那个醋有糖有糖加什么醋什么一点盐等等他们都是第一次调有的人就觉得刚刚好，有的人觉得淡一点，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心意我们所有的法师们为了要给大家过节过一个 Merry Christmas 就觉得要给大家温暖所以就竭尽所能，大家应该。到做完的时候，走路都是走不动的站也站不直了就这样一天其实应该讲起来是2天，就这样冲过去了还是蛮开心的那讲回来，今天星期一我不是在这里推广我们素食只是很高兴分享了，我还是觉得真的很用心，呈现了世间很美好的一面那另外就是今天人间因缘呢，选了一首歌曲就叫做温暖我觉得在今天要过这个圣诞节
在西方就准备要过年了在这个下雪的冬天如果大家家人团聚那分享大家彼此的一些欢喜，就像虽然我们做得很累这种劳累睡一觉就没事的但是那个温暖呢，就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那我们希望可以温暖大家。其实大家的反馈里头其实也一直在温暖我们就像点坐的菩萨们他们在研究这什么味道，什么味道那种好像有点惊艳意外的那种就觉得哎呀，外面真的没有这样子但总是呢，就是彼此温暖的一个世间真的感动的世界最美丽好了，就在这个圣诞佳节让我们以这一首温暖的人间姻缘的歌曲来这个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年，好吗？祝福大家，大家一起欣赏阿弥陀佛。就让真心放在爱的船上，随波自由自在的飘荡。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人点一盏灯指引你靠岸，就让每道月光照亮你心房，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在这坚强的信仰
希望勇敢飞翔。